妈妈，信贤哥，我知影我做唔对啊，我真正唔知影汪一定是不该惊生，才会两次这种代志，犯一个不应该犯的死罪。我就是一个猪八戒、大裤带、头壳底鼻孔，才会讲出迄种话侮辱汪一定。啊，不过我会当用我一世人的面貌，拜托妈妈，你阁给我一次机会，拜托，拜托。点去啦？我即马开始，我若无问你的话，你的嘴就爱点点。我问你，你走去给汪一林拍看，敢真正是为着恁苏玲吗？你安尼点头又搁害头，什么意思啊？紧讲啊！我甲汪一林确实有缘分，啊，不过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，我确实嘛有做唔对的所在。讲重点。重点就是有伊英来找我，伊讲汪一林甲木家有过节，爱我甲教示一下。我就想讲，未来的查某孙仔来向我讨救兵，我哪会当放娃娃唔管？我唔只会想讲替木家出一口气。你是讲啥啊？是安怎原因要找你讨救兵啊？我知影，你是毋是专工走去伊面头前顶风神，讲你嫁祸啊？我已经对天就抓，我真正无甲要嫁予新贤哥的代志讲出去，那无我就不得好死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是莹莹叫你去予汪一林拍看的？不是啊，那无我要哪会敢啊？吴妈妈，你敢会当向我替吴爸爸解释一下？那无我看伊这么生气，我惊到强要死死昏昏去安尼。这些趣味啊，何非凡甲心态这么不欢喜，背后的主使者竟然是吴莹莹？是讲这吴英嘛真好打呢，竟然敢去了汪一林，霸兵是因为背后吴万新面头做过山，才敢这样上手。今嘛，和我俩在上头啊，等待时机两到，我就把这粒手榴弹弹出去，时到，绝对让母阿囝连偷救兵的机会都无。心态，你怀疑我对杨玉芳的后生安怎？今嘛证明拢是误会啊，结果你今嘛煞假点点。唔，那无跟我这丈人过真死嘞，闲人嘛无要叫，是要混什么死嘞？无把你赶出去，是看在莹莹，搁是我查某囝的份上。心态，你对莹莹讲这种话，你袂出敢当作玩笑人诶？是你去予汪有芳骗去，啊，你着家己出伫阮家。伊阿哥咧骗，姚总讲，阮互你骗，唔知。要做做较水气啊，莫做到遮低咯，一日后给人看破下手。什么看破下手啊？你讲啥？我哪拢听无？免加讲啊，真好，把证据摕出来给因看。是啥？啊，这人阁是啥？问莹莹啊！我根本就唔是识这个人啊！你无识识伊，会摕一袋钱给伊？我哪有？我只是伫个街遐边啊，看到伊的物件落去，我顺手摕起来还伊尔啊！莫阁骗啊啦！这个人才拄伫个监护所内面鬼鬼祟祟，伫个外面就拄着你。就是这个人偷改检验报告的结果，你甲伊约伫咧门口交钱，然后才入来找阮。无怪自头到尾，你拢真肯定咧检验报告的结果会是否定，因为你早就已经安排好啊。爸，你莫再脑补好无？代志根本就毋是安尼。证据拢伫你的面头前啊，你阁变硬拗？这代志是看了知影有问题，林小姐绝对是红色的。汉尼阿叔，你讲的，我阿公半句话拢听袂入去，因为伊只想要找一个人替我一定是假的这件代志打击恁娘，伊唔甘愿失去伊的金孙，所以伊连伊的查某孙都无要爱啊！人情物情，拢去用抓到啊呢？你搁有迄个面讲这款话哦？进好去检验所。
把伊监视器内面的画面拢调出来，嘛查到这几张骇客入去办公室的画面，嘛证实讲伊迄电脑有人动过卡手，也阁有伊用甲迄个骇客的交易的画面。所谓种种加做伙，你敢阁需要辩解啊？我真正是拄啊好拄到迄个人诶啊！沈台，这个相片是当证明啥？你们讲骇客去修改报告，是用人员收买，敢是伤过勉强？证据拢伫个啊！你要讲我都证明啥？五年前，你亲身动手要甲伊人处理了，今嘛，新民佮伊人联合起来，要甲伊人赶出去，我到底是倒位得罪人啊？想怎你一定要斩断我甲伊人爸仔的心情？不是的，你我想不清楚。王一林甲你这么关系拢无，你真正的亲人是新民甲伊亲家。我从来都唔捌亏待过新民，啊、哦，也唔过，伊一直咧阻挡阮一林倒来认祖归宗，迄就是咧断阮母家的香火。阮母家的祖先嘛无可能要治这个新妇啦。爸，我已经讲过啊，我根本啥物拢无做。阿公，我嘛无，我真正无叫人去做骇客。伫咧外面就听恁冤家大细声。辉浩，你电话内底甲我讲有相片，我敢要怎样看？盈盈，这就是你的不对啊！我拄只已经解释过啊，我绝对无叫你唔呐叫骇客来。我叫廖蒙子去对付伊林，你的个性真正甲你的外公同款同款的，不管谁哪动到恁的路，恁拢会不得手段去甲对。是啊，迄个廖蒙子嘛是伊引出来的啊。是啊，廖蒙子已经成名了啦，啊那无伊一个气象主播。无代无志，走去报什么跟生人的新闻是要做啥？伊有讲啦，是盈盈叫去做的。盈盈，你来变到这么可恶啊！我的教育真正有够失败啊！请问的，你介意啥？有啦，你介意这间厝无温暖，你搁介意因为伊是查某的，所以就爱更加见笑。你阁介意爱吞论家己的红腮，对婚姻不忠，规工心内拢想别个查某。我甲你讲，你这种教育就叫失败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做伊的爸爸。心怡，你即摆是见笑当上去是？信泰有话跳笑盈盈，大家拢看在眼内，顶多是你啦，心内唔甘愿。一天到晚就在伊面头前讲信泰是安怎对不起你的，所以信泰甲伊的感情才会产生变化。你哦，这是无合格的妈妈，无合格的家后。他说我若坚持要认伊林，你会安怎？伊林不是你的后生，你要认啥？认先生的哦。就是讲啊，阿公当场讲要定验。死家己无爱呢，我看伊是心虚啊！伊知影家己的薪水有问题，做袂成母家的人，伊才唔敢定验。吴总。不管怎讲，林小姐拢是阮万党的查某孙，安尼，想我存的阮万家，伊若是真正尊重亲家的门风，今仔日就袂用这款局面啦。亲家，
咱两家人影响遐侪年啊，确实有受到你的照顾，上方面提升你上互相帮助啊。阿公嘛对你的查某囝，对你的查某孙照顾了好细好细，完全无分失格差。阿里小一面来讲一家门风，一方面要等阮的贤惠抢阮的生理。红想起来，会感觉足切心的。啊，那无恁想要安怎？无想要做亲家，阮查某囝二十多年的青春，都安尼乌有去。无人讲要甲恁断绝亲家关系，啊，也毋过，新民甲林荫两个做了伤过超过啊，伊要断阮母家的香火，这阮都无法度人忍受啊。新海。恁爸安尼讲话，敢讲恁拢无爱替我讲几句啊话？我甲你二十几年阿妈母亲，你着这么残忍对待我？伊对伊人所作所为，更较残忍。伊人，伊人，伊人，你几只孩子拢是伊人，伊才甲你见无几界面，你着甲伊当作亲人？哪里我甲伊伊人？阿你是创啥？爸。原来你甲阿公同款，重男轻女，王一林一出现，你就甲我打，你即马阁误会我，你的心内从来拢无我。原来我是一个无爸爸疼惜的查某囝。新民，英爷，等来等。母家家不甲恁当作一家人，咱潘家是恁阿头厝，永远拢是恁爸骨。新海，你敢真正无想要爱我甲莹莹吗？恁两个做遐尼侪，互人切心的代志。自己要好好监督。好，你就安尼讲啊。伊，咱来走。不会哦，除非恁爸仔真心来阮孟家，对生命甲伊回事嘞，而且甲迄红衣人切好亲，啊，若无以后咱这亲家也免阁做落。即句话我同款来予你，除非恁爸仔囝来甲伊人回事嘞，为着你要杀伊的代志，认错赔罪，啊，若无，咱拢无啥物头好讲。真好，你着准备做一个含孙拢无的老孤单。多谢你将孙给我，你无遗憾查某孙，我遗憾。你唔疼惜，我疼惜。哼，依林呢？你一出来就照计划成功拍乱 DNA 的检验结果，佮甲这条稍有阴影拍。即摆两个大家族应该是冤家厝顶两要变过啊，真好，大家拢有好的开始，咱大家一定会当完成咱的目标。天道酬勤，逆转人生，为着阮妈一个阮阿姑，为了家母家一个万家，抵抗到底。好啦，祝咱的未来会越来越顺利。Cheers！Cheers！Cheers！ Cheers. Cheers.